圣教堂，是联合国圣教堂，已经1994年升为玉清宫、玉清宫，主圣幻天君。根据黄先生介绍，说是春秋时代越国的大夫范蠡，范蠡经商致富，哦，幻天君，哦，是。二是胡人著作劝世的，还有公公关圣帝君，也著关圣帝君忠义精神。南天幻天君呢？胡人是心是主，性是根，皆依亲呢。白衣正，洁白要勤，要正道。哦，要往正呢。农历红四哈，初四十四、二十四都有胡轮啊。晚上8点胡轮。初一十六晚上有诵经。